头发要擦干了再睡觉，要不然容易感冒的。阿言，嗯，对不起，也谢谢你。什么？照片的事情，我知道不是你做的，你还要否认这个事实吗？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恨我？ 没想到你会怀孕，我也不想解释，所以，我错怪你了。对不起。另外，谢谢你帮我把网上那些照片全都撤了下来。你都知道了？嗯。我看到了你的电脑上和常青言的对话，真的很抱歉。那天我正在气头上，还动手打了你。 疼吗？啊啊！疼疼疼疼疼！你也知道疼啊？你是故意的，在报复我。我没有。啊啊啊！疼疼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可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所以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 如果我们能够一直这样就好了。有时候你对我很好，有时候却对我很坏。我每天都生活在忐忑之中。我真的很怀念从前的时光，很怀念以前的那个阿言。现在，就是现在这一刻。 你还恨我吗？是你恨我才对吧？恨就恨吧，没关系。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恨过你。我其实经常会忘记我们彼此之间的伤害和仇恨。阿言，我真的很想回到过去。 别动，现在害怕吗？不怕了。那就这么睡吧。可我们这样……什么都不要说了，睡吧。台风一会儿就会过去了。